咁两个你睇下第32条啦，佢话叫你写低一个七位数字嘅二进制嘅数系要细过80嘅。好啦，咁你通常谂个七位数嘅二进制嘅数，咁你谂最细嘅根系10000000啦，咁呢个一定系最细啦。嗱，呢一个二进制嘅数，其实即系十进制嘅几多个数值咧？呢个咧就代表二嘅零次方，呢个代表二嘅一次方，如此类推，呢个代表二嘅六次方。咁其实呢个即系64啦。OK， 咁所以你可以创作多个，譬如话00001咁样，呢个咪65咯咁。总之作个数细过80就得噶啦。嗱，第33条啦。就將以下呢啲數字咧變成二進制嘅數 ，OK？ 嗱，你見到呢度麻煩在咧，就係佢呢個咧就唔係一嚟嘅 ，OK？ 就係九字嚟嘅。啊，咁點算好咧？咁樣樣，我哋可以咁樣做。九乘二嘅七次方加11乘二嘅五次方。再加二嘅二次方，嗱，你因为九咧，就系将佢变成系二嘅三次方加一，嗱，尽量将佢咧，将红色啲数字咧变做 expand form in base 2，即系将呢数字咧一路咧就俾二去除。譬如啦，九比二去除，咁啊四啦，余数系一，跟住二啦，二余数系零，跟住二一，咁即系代表啦，佢系可以咧写做二嘅三次方加一 ，OK， 咁啊四二嘅七次方啦，嗱11又系啦，我哋将佢咧就写做二嘅三次方，即系8啦，再加二即系10啦。再加一咁樣，將佢變成 expanded form in base 2。好啦，咁跟住啦，我哋就係加二嘅二次方，然之後啦，我哋就將呢個嘅二嘅七次方咧乘入去，二嘅五次方咧咁樣乘入去，就會變成係二嘅十次方加二嘅七次方。再加二嘅八次方，加二嘅六次方，加二嘅五次方，加二嘅二次方。嗱，我哋又跟住咧，将嗰啲嘅次方咧，由大至细咁排。咁啊，十次方啦，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二咁样啦，就变咗系二嘅十次方，加二嘅八次方，加二嘅七次方，加二嘅六次方，如此类推。嗱，见到最大呢个咧。是十次方，即是说有11个位 ,ok, 那变成是一的九次方，十九次方是零，八次方是一，七次方是一，六次方是一，五次方是一，四三二一，这样 base 2了。那你总共数这个是不是11个位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这样呢这part做完了。到 part B 啦，二嘅十一次方加二嘅八次方加二嘅四次方，本身系减三嘅，但系你发觉如果减数嘅话咧，咁我哋系做唔到嘅，变唔到做呢个嘅二进制嘅，我哋调翻转，尽量变咗啲加数呢度，蓝色呢个计咗先，二嘅四次方即系16，16减三即系11。好啦，十一咧可以变做系二嘅三次方加二再加一，咁呢度嘅二咧即系二嘅一次方 ，OK。跟住啦，我哋就可以将佢写成咧就系二嘅十一次方咧，即系十二个位，二嘅十一次方，二嘅十次方，二嘅九次方，二嘅八次方，二嘅七次方。六次方、五次方、四次方、三次方、二次方、一次方、零次方，
即係個位數啦，就 base two。咁你數喺呢度咧，係咪有十二個位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OK， 咁呢個就係 B part 嘅答案啦。咁跟住到 part C 啦 ，part C 咧就係三乘二嘅三次方再三次方加五。嗱，我哋將呢個嘅三次方咧，或者呢個三咧，就寫做二加一，然後咧將後面呢個二嘅三次方再三次方咧寫做二嘅九次方，後面呢個加五啦，二嘅二次方加一，跟住你將個紅色嘅二嘅九次方咧乘入括號裏面，變咗做二嘅十次方加二嘅九次方加二嘅二次方加一。諗最大呢個咧係十次方，即係話有十一個位啦。二嘅十次方啊，十一次方，十次方啊，二嘅十次方，九次方，八次方，七次方，六次方，五次方，四次方，三次方，二次方，一次方，同埋個二嘅零次方，即係呢個一。咁總共呢度應該十一個位嘅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嗱，咁樣咧就叫做完啦。A、B、C 三 part， 呢個 part A 啦，呢個 part B 同埋 part C 啦。